一宿。大家都在干嘛呢？现在是吃饭时间，不如一块吃饭。今天吃的是盒饭。真的是蛮清淡的，还没八点半，先跟大家见回面啊。今天画质依旧不好，真的假的？下自习了，你今天参加晚自习吗？还行，不错吃。对啊，刮胡子啦，不是如你们所愿吗？吃饭了没啊？要不要养猫咪？我也蛮想养的。我穿很少吗？我都穿外套嘞。刚刚吃完。正在吃。今天招财猫？什么招财猫？
今天播多久？随性播咯，没压力，没压力、啊。主要跟大家聊聊天嘛，是吧？不会下身是短裤吧？你猜猜。吃饱了才有力气拼高达。我们吃饭时间就别聊什么裤子的事儿了啊。今天就吃水果啊，吃鸡蛋，果然有胡子没胡子两种感觉。水贴贴的一点点放弃了。哥还会五颜六色的发光。没胡子比较帅，还行啊，凑合的用。我穿这样不出去约会吗？我也想出去约会啊，出不去啊。水呢？保温杯配枸杞，但要养生啦，大家也要养生。天气转凉了，今天没喝奶茶吗？其实今天下午已经喝过奶茶了，我觉得一天就不用喝太多杯，喝太多怕晚上睡不着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已经喝过了，现在即将开始准备喝冬天的第一杯奶茶。奶茶几分糖？基本上是无糖，但它好像都有自带糖分。
唱歌唱歌，每次都叫我唱歌，那你们唱吧，我听你们唱。你们唱首歌来听听。不带小颗。我最近学到一句土味情话，你们快问我，你们问我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，快点开始问。他问我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，快点问，问起来。问起来了吗？你问我喜欢男生还是女生，我的答案是，我喜欢跟你的后半生。太油腻了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们问我喜欢女生还是男生，我的答案是跟你的后半生。跟你的后半生。土吗？好吧，够土就行了。土死了。好，我们赶紧把饭吃完开工了。今天主题可是拼装高达。不愧是土城。喂，今天要拼多久是吧？今天要拼多久？要拼多久就拼多久。不过呢，今天要拼的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我暌违很久的强袭高达，就在我身后有一只，然后还有它的金鱼背包。基本上呢，这两个当初出的时候我不买，现在涨飞了我才买，因为那时候都在工作，没有就没有意识到。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这玩意儿还会涨价？好吧，但还是希望可以完成这个心愿啊。因为我以为，因为你知道之前我就是都是玩拼装的，然后之后他就有出个系列 Metal Bill 系列，就是不用拼装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强袭高达我已经有拼装版的嘛，就没有想说再买个一模一样的，
结果喂，他既然除了不用拼装之外，还有配件包，什么金鱼背包、有的没的背包，他们出一堆，就让我受不了。啊，好在我出啊，我买的这个是2020年的，应该是2020吧的展场版，所以它有多了一些特殊的限定图腾，所以应该也是 OK 的啦。啊，有人问我在哪里直播，好的，弹幕刷起来告诉大家我在哪里直播，来刷起来，就让弹幕告诉大家我在哪儿直播吧，告诉你我在哪儿，我在微博直播。你以为我又要讲土味情话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一天不能讲太多土味情话，不然我怕被自己滑倒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太油腻了，被油到自己滑倒的。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的餐点怎么回事，就是什么青菜呀、啊、萝卜啊、白饭啊，那其实吃萝卜还不错，就是对眼睛好像还不错，有肉肉啊。就是小鸡腿，我那鸡腿有点小哎、欸，他不知道我还在发育吗？然后还有 tofu， 啊！有人说我刚刚吃的鸡是童子鸡，喂，怎么到了蹦迪现场？吃鸡骨头可以许愿，其实我蛮喜欢吃鸡骨头的鸡水，嗯，有很多宝宝说我牙不好不要啃，我就是用不好的那一颗牙在啃，好的牙我才不敢啃。之前我有直播蛀牙，所以
很多直播间的小伙伴都知道我有去补牙这样，但因为哥蛀牙还挺多的，不瞒大家说，所以有些还没机会补。那反正他已经那个嘛，已经需要治疗了，那就没差了。没有，主要小时候还蛮喜欢吃糖的，但长大就不太敢，因为吃糖真的对人体啊，还有牙各方面都不太好。所以大家别担心，这牙感觉还能撑一阵子。Very good， 这个骨头真的很棒。为什么我会喜欢吃鸡骨头的骨髓呢？其实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，就是小时候啊，东哥有养狗。就每次不知道为啥，就我爸他就會把鸡骨头啊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骨头丢给狗吃这样。但其实这样，我是不知道狗会不会吃一吃，然后消化不良还是怎么样？他们到底是在怎么吃啊？反正就看他们啃的。很愉快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说狗吃的这么津津有味，然后我也试着这样，啃啃看，哇，一啃完，真的，一句成语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叫做食髓之味啊，哦，真是好粗。食髓之味，其实东哥小时候还是比较有空的时候，也是养挺多小动物的，养什么狗啊、猫啊，但我就是。没法那个，就是没法被猫影响，因为猫它也蛮厉害的，就是吃鱼，然后鱼很多刺，然后它们也吃得津津有味，所以蛮佩服我们家的猫跟狗。对，但东哥还蛮害怕吃鱼，因为小时候吃鱼被鱼刺卡过，所以就不太敢吃鱼这样。因为小时候东哥家外面是一个庭院哦，然后就是可以养很多动物，也有养过兔子啊，然后猫猫狗狗其实养蛮多的，然后就那边就有点像小型动物园，然后我妈就很喜欢养鱼，所以就有鱼啊、狗啊、兔子啊、猫啊。那你们呢？你们有养小动物吗？我吃挺久了，有吗？我差不多八点半才开始吃。
热带鱼、养蛇、乌龟、锦鲤。今天画质是比昨天好，这怎么我怎么知道嘞？昨天画质不好吗？你爸养过老鼠，哎，不瞒你们说，我也算间接养过老鼠。小时候我那个家因为在一楼啊，所以其实还蛮开放的。那我们旁边又是菜市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趣的是，就是就有真有老鼠不请自来，然后就在我家那边天花板住起来啊。那这样算我养的吗？我就算没养它好了，我也算提供住宿了嘛，也算是寄养了，是吧？然后养的那个实在是三代同堂，有时候那种半夜看电视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一只那种这么大的老鼠，这么大，然后就是例如说你这样看电视，然后它就从旁边这样走过去，然后你一看，然后它就停住，然后你们看，走到哪？那一转回来，他又走。对，然后有时候看电视看一半，就会听到那种天花板那边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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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很热闹这样子。你们有这种经验吗？我可是没有在讲笑话，你怎么说笑鼠你？对，然后。就感觉家里其实蛮热闹，这样就有狗啊，有猫啊，有兔子啊，然后奇怪，讲到这，我家的猫怎么不去抓这个老鼠啊？反正就常常听到一窝蜂在天花板那边，感觉像开 party 似的这样。好了，吃饱喝足啊，待会呢再跟大家聊一回，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，好吧？你要不要考虑留长发？我之前留长发、就剪短的，可以再留一下。为什么要问我要不要考虑留长发？猫猫可能被你喂太饱。啊，有道理。考虑过寸头，其实东哥有留过寸头，真的是不太好看，就感觉杀气很重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就那种杀气很重的样子。对，因为我希望。我可以体现出铁汉也有柔情的那一面，也不是杀气眼，但是看起来会很凶的感觉。就是我留寸头的时候，就看起来很凶。长发显得太油腻，是吧？你喜欢凶凶的吧？来，凶一个，给他呲个牙。我不要，好了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再过三分钟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。留寸头能够脱单，我听你在说笑话。再过三分钟你就去看书是不是？喂，
要去漱口，我要去刷牙。好了，待会再去刷。哦，对哦，我要喝酸奶，讲一讲都忘了。讲讲酸奶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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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还有饭后水果，等一下再吃水果咩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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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看粉红色头发。粉红色头发，好像没有戴，没有戴在，没有戴在这儿。众所周知的菜单，地中海才可以脱单，喂。你昨天拼对啊，昨天拼高达，哎，展示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灵异高达，哎，飞翔高达零式，翅膀还没装。对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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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啊，九点了，你要去看书了。东哥冷吗？还好，现在家里还好，但我觉得外面风蛮大。台风了，台风天没事，千万不要出门。没事，千万不要出门哦。台风天没事，千万不要出门哦。哎，有人要跟我干杯哦！来，干了，干杯！算了，还是慢慢喝。多少度近视？差不多两三百吧。好喝，舔盖子，盖子已经舔了啦。哦，你说我的吃酸奶专用勺跑哪去了？是不是？我那天洗它的时候不小心洗太大力，把它折断，就这样就断掉。苹果还没吃，其实我这边水果真的超多的，要展示一下吗？宁折不弯，什么鬼？Sorry。宁折不弯是吗？
鸡蛋还没吃。鸡蛋，你们怎么知道有鸡蛋？厉害哦！你看看，两颗蛋。等一下再吃了，现在好饱。好啦，咱们进入高达时间了。好了。来咯，展示。现在展示他的背包。应该先展示本体啊，对。好的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小伙伴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暌违已久的展场限定版长什么样子 ？Metal Build 枪袭高达。OK， 首先还是一个很丑的盒子内装，还有一个说明书，也不是很丑，就是蛮朴实的。然后再来一个哦，可以基本配件小盾牌、小盾盾、盾盾盾、小盾盾，没问题。多美丽耀眼的八点八点五度。真流水 ，Super Idol 的笑容多美。哎呦，这首歌好听，来大声一点，音乐给它放下去。好的。诺言。Super Idol 的笑容多美，你的天白云雾的阳光多美，你耀眼的白天不定无度，真流水。哇，手感非常好，适合我们这种猛，适合我这种猛男。哦，很重哎哦，果然 Metal Bills。Sorry。Metal Bill 没有让我失望过，这手感一直是 very good。哎，对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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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焦对焦对对对对对对焦，赞赞赞！那他跟那个就是之前的版本有点不一样，就是他有多了一些 logo。对焦对焦对对对焦对焦对对对对对焦，啊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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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对到焦吗，小伙伴们？好，这次应该有对到了哈，因为我喊了很多下，应该有对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，来看一下水。
他 super idol 的笑容。好的，反正 Metal Bell 就是一体成型嘛，也没有什么。我来看一下，他有藏些什么惊喜哦？有手里剑呢哦，呜，旁边可以放武器哦，帅哦，不错呢。我把刀子放进去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。为什么他有两个头饰呢？不是长一样吗？贴心。就像我这种有在健身的人，就很容易把它掰断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把他的小小蓝波刀放到他的裤兜里。其实放不放根本没差，反正也看不到，还是别放，等下掉出来我就要哭了。大家说啥？什么？合金吗？没错，合金版。我觉得我可以把它跟鲸鱼背包合。立刻合体，开启合体功能。令人激动人心的一刻。这样你们看得到吗？还是你们也不想看高达，只想看我？是否可以做一下，讲一下什么？是否可以做一下 cosplay？ 做什么 cosplay？终于感觉到鲸鱼背包的震撼，难怪它会长到起飞哈，长这样长到起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啦。好吧，我们先把背包背上去，看一下这个感觉怎么样啊？
金鱼背包，还也没有说明书嘞。想要找到老婆什么？想要找到老婆就不能有太多消磨时间与兴趣爱好。难道我就不能找一个愿意跟我一起消磨时间、兴趣相同、爱好相同的老婆吗？难道就不能吗？嗯，这么说好像，是没有不能，只是好像时辰似乎还未到。好，就让我继续等待这个有缘人的出现。这个灯光打得不错，谢谢谢谢喽。先要找了才能有。好，那你们告诉我去哪找？我能去哪找？我来听听那个微博朋友的意见。我能去哪里找？去相亲吗？去路上吗？去 CP29 吗？That is a great idea, everybody. 问一下吴尊，吴尊是学生时代就认识的，好不好？讲到我都没心情，没心情组装高达了，满脑子就是在想着去哪里找。谁？老曾，我不是跟你老曾，你是没看新闻吗？老曾就老曾就那个啦，就跟 you know， 你有看新闻吗？雷霆就那个啦。哦，跟你们讲到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孩子们，你们没看新闻吗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别激动，兴趣可以找朋友玩，老婆要找顾家的，两个都爱玩，怎么生活？顾家的，那如果两个都爱玩，一起待在家里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？妈妈很多年在杭州见过你，我是哦，那个阿姨好，你会去跳广场舞吗？公园找，这到底是要怎么弄啊？哦，机智如我，我的天底下，喂。这什么？这倒不至于，不至于什么？低一点好了，没有参与感一点。
讲刚刚你们在聊什么，我有错过吗？你们刚刚聊什么？我有错过你们的话题吗？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有错过什么精彩的吗？哦，是对象，去哪里找对象？你们讲啊。去哪里可以找到？就是喜欢 cosplay 啦，喜欢玩公仔啦，喜欢二次元啦，然后想要组对象的对象，有这样的人吗？去哪里找？反正我找到现在是还没找到啦，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去找。对啊，说的这么容易，是每次都说他都为什么还不结婚，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？你以为有这么容易啊？啊，有这么容易的话，就不会这么多人都单身还没结婚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就不知道去哪里找啊？能去哪里找？你说，好，就是你说，一人说一个。你说。我要汪姐。其实我还蛮喜欢汪姐那个长相的人呢，就是汪姐那个样子。我是不是太自恋了？啊，不，我不是，只是可能比较希望遇到一个熟悉的对象吧。他这个机头不是。飞机的头的设计竟然可以变这样。所以上面是要加一只炮，是不是？怎么加上去勒？来，先把四个机身给安上去啊！自己最好可以起自己。哦，厉害喽！这个金鱼炮都给它出来，厉害！金鱼炮给它安排起来，金鱼炮。刚刚聊到哪？东哥喜欢女儿还是儿子？我其实小时候还蛮希望说可以生一个儿子这样子，因为我很多什么，例如说玩具啊，就可以直接跟他分享这样。但我发现好像遇到蛮多人喜欢女儿的，其实现在好像挺多人喜欢生女儿。但因为我怕我生女儿，万一中她什么交男朋友啊，就我会是一个很不放心的爸爸，就会可能很担心她去约会啊，然后遇到不好的对象啊，然后等等等，对。首先要有老婆是吧？当然，这个话题呢是以有老婆，先有老婆为前提啊，好不好？怎么想远了是吧？一儿一女还是会有女儿这方面的担忧嘛？那这个背包是怎样？哇，这背包真的帅气！
帅气。这个蛮帅的。我单身，我别妄想。喂，和吴尊联姻，女儿什么？你想你我嫁给吴尊儿子什么东西？儿子把你玩具全拆了，我当然是等到他长大才会继承这些玩具给他。小时候还是给他玩一些小孩子玩的吧。哥哥脖子上这带子真妙，我也觉得挺妙的。这次出门忘记带衬衫，就这样凑合着用，带了领带没带衬衫，凑合着用。到底该怎么安上去？哦，哦，直接安排。哇，帅气呀！合体了，合体了，他合体了，太帅了，帅到无法自拔。突然谈到感情这回事，突然想听一首歌，也拔不下来，让他站着。突然想听一首歌，我来搜搜看这首歌。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首歌呢？有哎、欸！天哪！让我来跟大家合唱一下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。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，各位宝宝们。既然播不出来，天哪，有哎 ，Oh my god， 这首老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来喽，注意喽！半夜看 cable， 太久没唱。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。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，那泪痕。忽然好想，嗨，大家看是什么歌？你们有猜到吗？猜到了我才继续唱下去哦。要这么大坨吗？如果我这样朗诵，你们猜得出来，我就继续唱下去。哎，想让我唱歌，可是要花钱的，好不好？但今天咱们不提钱 ，OK？ 对不对？我还是提。今天咱们不提这个，好不好？要请我唱歌，还是要花 W， 是不是？
你们猜得出来这是什么歌吗？如果猜得出来，我就继续唱下去了。不想暴露年龄是不是？哎呦，有人猜得出来哦！天哪，哦，超过三个人猜出来，我就要开唱了。哦，两个人呢？我看到两个人猜对了，再一个，我就要逼自己开启 KTV 模式。我可是十几年没唱过这首歌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为了微博的宝宝们，好，既然大家猜到了，来吧，开金口了啊！唱不好不要笑话我，十几年没唱这首歌了 ，OK？ 来，我们今天强袭那个金鱼。好不好？跟着我们一起欢唱起来！哇，重，手感非常好，给它垫一个好位置。不要等一下唱了一半给我倒下去，稳住！来哦，安排。人生春，朗诵来。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，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那么好的人。于是心里不是飘忽暖暖那个吻，从此能。喂，走音。我先把它安置好。走音的，不好意思。Sorry。你拔不出来，奇怪。拔不出来。好，让他蹲着。头掉，头饰掉了，难怪要给两个头饰。好，那个再来一次，不好意思，十几年没唱了，不好意思。他听到也跪了，认真，再一次，倒带。不是走音，是抓不到 key。于是心里不是漂浮暖暖那个吻，从此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。我后不知今朝寻，很想他的情人，但是没有谁有像他的灵魂。旧爱还是最美，美的东西往往太早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又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美的东西是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好不好听？自己讲，没听过是不是？没听过，我唱到你听过。走音或者是找不到 key， 就大家见谅一下啊。毕竟今天随性播，不是上班时间啊，十几年没唱了，来。十几年没唱这首歌，至少二十几年。我看，
了来了，又是朗诵时间。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，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那么好的人。于是心里不时漂浮暖暖那个吻，总是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，我好不知情找寻很想他的情人，但是没有谁有像他的灵魂。旧爱还是最美，美的东西往往太早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又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没有是分手不是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旧爱还是最美，美的东西往往太早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又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有时分手不是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我现在是要找一个没有声音的版本好好的诠释一下，难道真的是旧爱还是最美吗？ I don't know。 通俗音效关机。好的，怎么唱完有那么一点点感伤起来？眼角还泛着那么一点泪。OK， 旧爱我们就不要想了啊，往前看，没错，往前看，往前看，来继续拼装那个高的啊。为什么这机关炮会设计在脑袋上？会不会常常敲到自己的头？天哪！刚唱完感伤的歌，现在又来给我一首感伤的《时光洪流》。喝杯水。来一首《修大师》。我哭了吗？我没有哭啊，只是有点点感伤而已。好的，来，继续安排下去。这机关炮是装在脑袋啊，不是这样装的啦。
我竟然找不到这个装置，是在哪里？它就在脑袋上，我竟然找不到。突然好难过，别难过了，没有什么好难过的，我们要人要往前看。BGM 叫做《时光洪流》，听的 EMO 了是吧？一起 EMO， OK。切歌，你哭了，你哭啥？放下过去，会有更好的未来。切歌，切歌，也他快要唱完，我们让他唱完好了。希望下一首应该是一个开心的歌曲。谁都有忘不掉的人吧。那这首歌呢，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好耳熟的歌，眼睛累是不累啦，只是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细听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我只在想这到底要怎么拔下来，奇怪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直播到十点了，好不好？其实这样也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半小时，因为毕竟现在还是上班时间。放 I love you， I love you 有点太开心了。在你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唱首《够爱》再关播。不行，我唱《够爱》的时候一定要有修在旁边。这是林心如戏的配乐。试一下，试一下去公园找，因为他叫我去公园找。公园找是找那种遛狗的小姐姐，是不是？那我这样突然走过去也很奇怪吧？
生活如果没遇过，我总觉得我后面应该装错了，不然他怎么会拔不出来？完蛋了！撞到要说对不起，好，展示一下。对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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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很帅欸，帅气。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好多比哦，好，开心的歌来了。懂了，谢谢评论。穿我的新衣，不要皱眉头，越皱越皱都真的健忘。东哥零零粉报道，太难太难了，我看了直播还要用 VPN。咱们心情美美的，现在你确定十点会下播吗？差不多吧。而且还有，哎，我的眼镜嘞？咦？我的目镜呢？哦，眼前一亮。穿我的新衣，穿我的新衣。我来自成都。你来自成都。穿我的心，穿我的心，穿我的心，穿我的心。考虑来沈阳吧，一起评论赶论文吧。什么潮汕听得懂？哥今天好帅，我本命是重庆，东哥西装好好看 ，Thank you 啊！先爱自己，就会有人爱你。爱自己是吧？你刚才眼睛怎么读？十点转战什么？十点转战某音。哥缘分急不得，哎，我也那么觉得，我也是觉得缘，就是十年前，我也是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我也是觉得缘分急不得，但现在有点急了啊！你看看，我的兄弟们，结婚的结婚，有小孩的有小孩，官宣女友的官宣女友。你说我能不急吗？啊啊！我能不急吗？兄弟姐妹们，你们说，拔不掉，
是吧？你们说是吧？你们说是吧？急也没用，生气气，缘分急不得。你非要兴趣相投，真的很难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，哎，这边怎么有一个炮啊？我天哪，这炮是在哪里的？你突然出现，吓我一跳。这炮是可以拿的。什么？既然有这么大一支炮，我不知道。缘分急不得。Oh my god！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我发现我这一类兴趣爱好的人啊，通常他们的男朋友都是摄影师。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，老天会给你最好的。嘴上说几，结果不行动，什么鬼？我改行，摄影师不错。改行，你要转行吗？是要找摄影师？那你和自己搞对象？喂，胡说八道，真的啦。我说通常 ，usually OK。我这炮怎么那么大根呢？通常，大部分 OK。真的没有骗你，弄不出来。还有十分钟，真心玩什么？真心玩二次元怎么样？真心玩二次元，找个摄影师女朋友不就好了？不，我想转行，我想去当摄影师。请老邱喂。这是怎么样啊？怎么出不来？来一个直播画画吧，画画我头一直低着啊，这边又没有画板，是不是？你适合被拍，我适合被拍，这样像裁缝师，修也不着急。话不是这样讲，修还有我挡在前面呢，修年纪比我小，好不好？有那种直播面板。超想看我画画，拿张白纸画画，画高达。下次好不好？下次好不好？你会画图有优势，我怎么可能在公园里摆摊吧？还是去漫展摆摊？你用 iPad 画，我没有带 iPad 啊。考虑来汕头就可以了。哎、欸。可以的，哥相亲吧，我画画也超好，下次有空画给我，谢喽。好的，哦，这么。大一支炮这样子，好像有点拿不太起来哦。是怎么样？这个炮很难拿哎、欸。这个炮应该要有脚架的。
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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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帅的嘞，不行了，帅的不行。去雪山可能会遇到你，摆摊染头发还不错。Tony 老师，喜欢画画的女生，因为我蛮喜欢画画，画画女生加分。去漫展摆摊，你这么宅怎么找？出个东东玩具特辑，去给别人化妆。一把年纪还敢对女孩子，不要这样子嘛！有梦最美。就是秉持了这些要求，现在还坚持到现在。嗯，扎心的老铁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个攻击年龄。好了，还有五分钟了，好不好？五分钟我就要收拾桌面了，为了展现给大家那个桌面啊，有点乱，算了算了。你这是口水还是漱口水？都是啊。你们不喝，你们不会吃自己的口，不小心，你们不会吃到自己的口水吗？不舍得我下播是吧？还是得下啊，你们明天都要上班上课的，是不是？你的鸡蛋和小苹果、小面包。我的鸡蛋，晚一点饿了再吃吧。小苹果，小水梨，还有小面包。拍戏吧，大董。嗯。其实我一直在等一个，算是反派的角色吧，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，这样子。大反派，狠的，给他们狠一个，来，给他们狠一个，嗯。可以拍个甜剧，别再甜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当制作人。嗯，再盘一盘吧，啊。明天几点直播？有演爸爸。你知道有句话叫做不怕反派不够坏，就怕反派长得帅。哼，可爱大反派是吧？好了，我决定再唱一首歌来做个今天的 ending 吧。我来想一下，我十几年前老爱在 K 房唱什么歌？我们来选个小东哥的歌，好不好？为了以示我对小东哥的 respect， 我来找一下他的歌。
来，我们开启 KTV 模式 ，KTV 模式。有两首歌还蛮喜欢的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。一首叫做猜猜猜，另外一首叫做比我幸福。来，你们想听哪一首呢？不要跟我说你想听够爱啊什么，我应该去爱你，我下班了 OK， 今天没有上班。好，猜猜猜或比我幸福。啊，大家比较喜欢比我幸福，你们是听过比我幸福是不是？怎么样，听完旧爱还是最美，然后就要祝福他比我幸福，是不是？你们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们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的，请刷一。好了，比我幸福，是不是？真的是哎哦，还延续上一首歌，对哦。是要让我越唱越 emo 是吧？啊，我就点一下。哇，天哪！看小东哥，帅爆了。嗯，吓我一跳。的时钟。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，我习惯言不由衷，沉默如何忍让你都懂，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，祝福有许多种，心痛却尽在不言中，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，再痛也不说苦，还不用抱歉来弥补，至少我能争取你的追逐，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自己残酷，我默默的倒数，最后才把你看清楚，在你眼里的我好模糊，慢慢被放逐，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，别怪我愿不愿。越唱越生气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要唱猜猜猜了，我生气气，因为他现在应该是挺幸福的。你们为什么要让我如此生气气？你们是故意的吗？嗯？为什么要让我生气气？没有啊，也没有生气气啊，就是真的挺幸福的。就有时候你知道，看着他发文啊，就发那种带着小孩去游泳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一起吃饭什么的，上幼儿园什么，喂，挺幸福的，挺好的啊。来吧，猜猜猜，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嗯，啊。好啊，猜一下啊、哦！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。我默默的
倒数，最后才把你看清楚，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，慢慢被放逐。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，别管我愿不愿，孤不孤独，挺孤独的啊。来，但还好有线上的小伙伴们，我就不孤独了。嗯，我们就由猜猜猜来做一下今天的 ending 吧 ，OK？啊，来首《半兽人》。《半兽人》不是周杰伦的歌吗？来一点浪漫一点，我中学是谈恋爱时候唱的歌，哇！虽然中学时候是单恋，但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忆啊。歌词快。粤语版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在走重重路、哦、你是否爱我，观众与我都一样发抖，魔能不怕难道你莫猜猜猜令泪心心心磨晒哈哈爱情是悲是喜，莫悲悲悲都因你，你你心在痛，我等你。哦哦，莫欺负你，泪和西风莫是知己，偷偷想你。令我深夜如死，哦哦，没喜欢你，虽然未知过年未知滋味，每人也怎么爱你？就让我这首中学时候的歌曲陪伴着今天的节目尾声吧。那也谢谢小东哥陪伴着我成长。小东哥 ，respect， respect， respect。在梦中好戏，宁静里万色令情美。哦哦我是否爱你？不凭去一点解释地，那笼早晚提起。好啦，猜猜猜，你会来来来，我的爱爱爱，不分是非黑白，分飞飞莫认你。你你心在痛，哦，恨你。好了好了，三更半夜不要再吵邻居了啊！关机。令我深夜流泪，哦哦。没记过你，没记起眉，没人也怎么爱你？爱我也是，没能西风莫是凄美，偷偷想你，令我深夜流泪。哦哦，我也喜欢你，虽然未知过你，未知滋味，每人也什么爱你。
小龙哥 respect。好啦，来喽，晚安哦，么么哒。太大声，太大声。十点以后不能喧哗啊。来喽。哆啦 A 梦什么是啥吗？拜拜 ，see you。嗯，我关了。Goodbye。你会找到那个人，希望那一天快点到来喽。See you。哦，上面有个叉叉的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怎么才能够说服你？偷偷想你，下一句什么？偷偷想你。